由于你，我梦到一只命诶，这只命诶，是只来自山杜峰东古老诶命诶，是梦杜峰，伊深深诶浓烟，我看唔清楚伊，我只看到伊诶身影。是梦杜峰，也是我阿公的名字，是一只童言，又动不清楚，又动熟的名字。当年正月十六，我做个田里一条水路诶，一次行一次行，一片草全部做起糟蹋的插草诶，行过太太细细木梯，空气都好，迄像老金子诶味道。有一层一层的盐，也含有燃烧的金子的火炉袋。我渡口那天，我社会金子老字头的，含有一只假老纪念的葫芦，搭只家畜，转来瓜子时间是无重要，也是一米头白。日本时代，祖先房子由按了不讲本原则，怎么约到一片在木梯来见面？故作搭只家梯有七家，带住的时间，住楼梯间无重要。是半山腰的，本该插出简单的木梯。这是长久以前的祖坟，几廿岁以前呢？一几年呢？我就做一首歌去给人家瓜子，连木的味耶，我都全部买到，木皮当过名的，是阿公太老阿婆太。夜尾开始，我要先整理木地，留插错的房梯、小梯，整理清理，以地为金子，祖先木桑，用伊个石头，砸断房子，也做些瓜子。在代表我的子孙，要转来看过五年。我祖先迄次整片烟过来的，一下很多桥梁，几片老叶片当上墙，四片就黑山呢。我去搭只村庄，我经过弯弯弯弯的山路。祖上一片琼瑶，
远远看过去是一座又一座的山呢。山路就是开到两座山的中间。前面有一个弯，过去个位置后，就有一个太上家。以前也一段路，是挺辛苦的，爱上要用动态的力气。过去一时的隔壁有一件事没有的，爱时常经过的时候，我遇到一个美味主人，既然不会当到原来拜的庙，就是我有一两三年来整理。一个家送去一时的在行到前一时的，有一个转弯的地方，有一个岔路的，下去一小段的就有一只梧桐，这只梧桐是无人的，来同我去这只地方钓鱼的，做一系列复苏的转移式。也在是风景清好的地方，空气也好，不往下背宽，就做得宽度规则的山条。后背的山呢，一粗又一粗，这粗比也偏较高的，就是关渡山，像一个关渡的样的。只要过去较一些的，就是中央山脉，就是后背较不清楚的这片。也有一台团的下家，路是弯来弯去，下去有一个太转弯，隔壁有一个火房。基本风色的转的位置来，这只火房样的，当初是头摆落户的火房。我还记得这边有一条黄袍花纹的街位，五个当秋，唐宋一托人讲，我的祖先当时从泰州过来做些其他片上落脚，这件当秋的五个都好，表内面太太些些祖先的牌位。以前当年，诸位听阿母看人转移拜拜，以下这片上唔知都变到鸟去。唔看屋后背有一座山呢，山的形呢，就像一条弯来弯去的路，时常有梦魇，其山都好，一下出来，一下又唔见呢。我哋很遗憾到两万。来到那个地方，传统来讲就是山的，因为祖先讲山的地方有龙脉，龙脉都在帮助我的家族兴旺。我老龙的观念当成我带人去看，
也就是放流，用纸炮去放流，越放越旺，两次梦魇，老火光都往转来转去，不管是去到哪座山呢，哪一座地方，我就只会祭拜了，就像佛房佛后边有一盏法台，其山都往两脉吸空下来，将两脉带到佛土上，在佛房祖先拜神下边，有一个拜两脉的地方，以很多福德众生。前面看不清楚，蒙眼太太的，挨到一片黄田就要去蒙眼，失去动冲。再下去一段，有一扎复杂铁路，叫起 Q 三线，一下已经无诶。一条的蒙岩穿过山老山之间，也比老的迄个地方动枪，伊有一些的木马空样，我是冒烟，还有看过一样样的蒙岩，这片就是山呢。透露这本蒙眼怪体呢，让老天来抢这杯水，是屁当初古早寒天，我也很多地方做特别的休息，一无注意就会跌倒砍下，也是我的一片山时常发生的。以前的祖先来抵抗外侵的时候，所使用的一种战术，就是一棵山的老蒙岩来进行作战，一路从剑壁山到八卦山，也也是有名的一幕之战。我就存了多年光光，假设山的本蒙岩爆胎的时候，就是两神出来的时候，这座山的阴阴茫茫，祖上两传到蒙岩老山的渡口，也就两吐出来的蒙岩就会保护我一道，我一道祖先的意志，也是一道山的老蒙岩的独行存在。两枪一春风入来，吹过后山，吹过祖先的墓，吹过火房的台，前后化作一层的蒙岩，飘到山的中间，